雪宝到家了，紧接着换黑宝回来店里，感觉至少进度都又往前了一步，对吧？但其实这两个孩子依然让人操心个没完。雪宝个性胆小敏感，回家后无法完全融入。家人很努力的在适应学习。撒娇的时候，不止慧君可以这样子笑，我妹妹也可以。那你刚刚有讲说，平常一定要多买一些他吃过的东西，因为如果一直在用平常吃的东西在跟他互动的话，他觉得没有意思。但因为雪宝这样敏感细腻的孩子实在不好带。我们需要不时的过去教他们如何跟雪宝共处，但只要领养人不放弃，辛苦一些没问题的。这次雪宝回家后，第二次去看他，他家其实是在山区，所以要找到可以来帮忙的训练师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他现在毛都长出来了，变得很漂亮。雪宝有时候会来阿嬷家，但是他对于陌生人都比较警戒。阿嬷家还有一只狗。所以今天带他们来认识一下，希望他对阿嬷跟阿嬷家的狗有好印象。上次爸爸就是一直想要去那边认识雪宝，结果雪宝一直飞，他都没有看到他。然后爸爸就一直笑，他就说：“啊，我要认识你，他连见都没见到面，就被你骂了。”先贿赂成功再讲。难怪突然十天变这么胖。黑宝，那脸怎么感觉跟人家干架干很久？你是刀疤男吗？回来啦！啊？刚刚砍过了。而黑宝。在家里单纯的生活实在过了太久，因此要长时间待在这么人多狗多的店里，他还是无法适应。这让我们必须在营业的时间有人全程看着他。黑宝很认人，也无法找志工轮班，大家一起帮忙。眼看就要11月了，托给台北家人照顾的小畅就要回来了，而我们的时间也会因此少很多。没有办法像现在一直这样子守着他，转店不可能啊，其他店员更没有办法像我们24小时带着他。而黑宝这样的表现，说真的，在店里曝光也没有用，因为来看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很难以亲近，甚至很可怕。根本就没有人敢摸黑宝，不过说真的，我们也不敢让人家摸黑宝啦。等下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。但我们知道，明明私底下黑宝很稳定、很服从，根本没有这么难养的。今天要来模拟一下，当黑宝回家后可能会是怎么样的光景。我们要带他到人很多的宠物友善餐厅吃饭，究竟带着一只21公斤的黑色大狗会顺利吗？跟我们一起来测试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帮黑宝穿胸杯，他会听指令哦，乖乖的坐下了。小时候不习惯坐车，会晕车，流一大堆口水。接着我们要去加油，带着狗狗最怕就是去加油，因为会有陌生人靠近。我们来看看黑宝的反应会怎么样。98加满。哦，非常的冷静哦，没有叫。
而且不用下车就可以加油了。要同边要吗？对，很棒哎，黑宝叫都没有叫一声，一点都不可怕，还乖乖的趴着。看他旁边有客人，也没有什么敌意。哇，你看看摆在这个沙发上，看起来超级无敌霹雳帅的，太有质感了。人很多，因为今天是10月10号的周末。看他毫无反应。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在别人的餐厅里面人很多的状况。黑宝看到人的反应会怎么样？哦，这边还有遇到狗狗。好啦，闻闻就好咯。对啊，黑宝非常安全的通过一大堆人跟狗狗，然后乖乖的坐在这边等老板爸爸上完厕所。黑宝，你的蛋来了。笨蛋，黑宝的，黑宝最爱吃了，有东西吃眼睛就亮起来了。等一下哦，还在冒烟，烫死了。我要来喂这帅哥吃东西。黑宝，你看这什么？来，你吃。我也没有烫，好吃哦！哇哦！慢慢吃。然后我要来做一个实验，这是不对的实验，大家不要学。但是我是为了试给大家看，他在吃东西，我们人类拿他的碗，他都不会生气，他是一个不护食的好孩子。很想吃，他也绝对不会抢人家的东西吃，在旁边一直猛舔嘴巴。如果是沙拉就会吃掉。如果是沙拉的话，他就会爬上桌直接给你吃掉。你就给他嘛，整盘都给他，快点。我们现在带黑宝来宠物店，他今天不管是在店里呢，还是在用餐的时候都表现得很棒，我们决定来送他一包零食，让他自己挑。黑宝，你要不要选最大包的？这个不是可以尿尿的草地哦。走，我们去买零食。选一包，好仔细的闻。对啊，他在选一只，只能选一只，他要好好的考虑。又遇到狗了，小狗狗，哇，看到小狗狗也很友善。我们今天选一个可以啃很久的，好，然后还有一包好吃的肉好了。哇，黑宝，你对小狗狗这么友善哦。哇，这个也可以，今天表现得真的很棒。黑宝其实只要有给他信任感的人在旁边，他是不会有守护行为的。而且这个餐厅对他来说是陌生环境，他也不会护地盘。其实黑宝不难照顾，首先养他要有原则，因为他比较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何谓有原则呢？例如吃东西的时候要说可以才能吃东西，出门的时候要说走才能走，上车的时候要说上车才能上等等，是一种允许的概念。黑宝个性非常服从主人，因此训练他去守着这些原则，控制他的情绪，他就不太会失控。每天带着雪宝、黑宝帮他们找家的时间已经过了3个月，眼看11月就要到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这样手把手的带着他。
如果黑宝再找不到家，我们只好让他回到台北救援爱妈的洗车场那里继续等家。当然，那边曝光的机会会少很多，而黑宝一定是更难找到家。如果你有能力给黑宝完整的爱与照顾，请你赶快站出来，让黑宝的下一站就可以是永远的家。